那网上有很多关于德文化的讨论嘛，就会很喜欢给我们看那种国外的，你身处其中感觉怎么样？我真的有身处其中吗？其实我觉得美女很多，大家就一个比一个优秀，这样子。就是大家想让你们卷起来。排梯队是想让我们卷起来的意思吗？我以为他们就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心喜好，就是想写一些。所以你从来没有感到过压力啊？我的压力都是在自己身上，就是比如说看到自己的戏啊，然后自己的规划之类的。你在剧里有那种互捏对方脸的戏吗？还是有他捏我吧？哦，我也捏他了，就是鉴别他有没有整容捏一下。特别想不想我怎样才能捏到张若楠的脸呢？你现在就能捏，嗯，但是一会儿。把妆花了，一会儿化妆老师就要重新补妆了。是谁偷偷